我倒要去听听看，谁敢跟我抢人？走呀，老板。不是干嘛呀？慌慌张张的。见客户啊。见客户你自己不能去吗？怎么还得我亲自去啊？哎呀，这不是这个客户有点难缠，我们搞不定。难缠？啊。还有你搞不定的客户，男的女的？一个女的呀。女客户啊？对。什么时候能让女客户给难住了啊？你那油嘴滑舌的劲儿呢？就是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老板，这个女客户她对我有意思，所以迟迟不给你签这个合同。全公司上下所有的员工和客户，谁不知道你是我的人呢？小东，是都知道，都知道。我陪你去坐。哎，等会儿老板，这路有点远，咱开车去吧。行，我开车啊，我倒要去听听看，谁敢跟我抢人？哎，老板，醒醒醒醒，老板。到了到了到了，老板到了啊。哎呀，都开多长时间了，不小心睡着了呢。两个小时？对啊。不是小东，你这开上哪来了？开两个小时？客户家楼下呀。你想什么？你不是，你就是女客户，你也不能上人家家楼下来呀。你这不得说哎，行行行行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哎妈，对，到楼下了啊啊啊，对，晚上加双筷子啊。对，人我给你带到了，然后你好好看看啊。好，嘿嘿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嗯，那走吧，老板。小东，你这就是你说的女客户啊？啊，那我妈多难缠啊啊！不，有人就那个难缠的女客户是你妈？那还不难缠吗？你想想啊，我20多年天天纠缠我找对象，她多难缠，她是不是特别的难缠？这种甲方真是太上火了。那你。那 我啥也没准备，我空着手我上你家吗？你不用，我妈说了，你人到就行，啥都不用准备。咱走吧，下车吧啊！不行，这人情世故我一点不懂吗？你，哎，有了，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？你先转过去。嗯，那行吧。哎呀，小东啊，不是老板，你这怎么样？这个里边好不好？我跟你说什么礼物都比不过这个，你这也太……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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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